我有大尺度，潘玮柏渴望先当爹再结婚。偶像艺人奉子成婚，不知何时俨然成为了娱乐圈的一股风潮，大家纷纷要体验还没结婚就先抱个娃的感觉。像吴尊、林志颖在近年更是代表案例。多年维持偶像外形的潘玮柏，虽然常常被赞外表像小孩，又是纯天然的调皮可爱，但潘玮柏近日却自曝，希望自己能够早日当爹。我一直认为说，小孩可以有，老婆还不见得要有。孩子可以有，老婆可以没有。虽有人声称这一举动是为力挺吴尊，但小编依旧表示不解，偶像就可以这么不在乎老婆吗？难不成潘玮柏想找一个大孕妈妈？但是孩子没妈疼，这样真的好吗？结婚我是还没有真的想过，但是小孩我还真的会蛮希望有个小朋友，可以跟他一起长大。小编点评，等你长大了再来谈孩子吧。